我想把这个生意扩大，让我爸爸以我为荣。他一直会怕这个生意给我做到坏去，可是我想让他知道安心，我会把这个生意做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李秀川，我是麻记沙爹米粉的老板。我们的摊位是在红山巷85大牌。 门牌是0140，早期是我父亲在做，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啦，是跟着我爸爸出来，连那个时候是半做工半读书啦，啊，连从那个时候就接手我老爸的生意，啊，从那个时候就学起，因为那个时候讲难听一点哦，我们读书也是不厉害啦。 连刚好老爸的生意是没有人帮，我们一定要帮的。连那个时候我们就起就接手他的生意。我们要煮这个酱料要大概3天的时间。第一天是炒那个花生，炒了才来去掉它的壳，连隔天才来搅成花生酱，连第三天才来配那个沙爹的料一起炒。 来到店就比较方便了，因为我们是工厂煮好了，工厂是我哥哥跟我姐姐他们，也是家庭生意啦。因为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是准备那个酱料啦，煮它滚，啊，连通通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卖。酱是好像我们吃马来人的沙爹的酱是差不多，但是我们的酱会比较香一点，配那个米粉也比较顺口，辣是大概是。 普通普通而已，沙爹米粉不可以太辣，太辣人家吃的也是不习惯的。因为现在我的孩子他说他要接班啦，但是我们是要一半做一半饭给他啦，给他有的学啦。那时候他跟我说他要接手，我是很高兴啦，因为最重要是有一代传过一代啦。现在我假如传给他是第三代就对了。 Hello， 我是 Sam， 我27岁，刚才那个是我的父亲李秀川，我要接手这个生意是因为我对小贩有兴趣，因为我也是要让我爸爸休息啊。嗯，我跟我爸爸其实我们的角色都可以兑换，我是想让我老爸早一点退休啦，因为他毕竟身体也是不好，人也是做了很久了，他也做了几十年了啦，也要让他休息啊。所以最享受就是看到 customer 吃你东西好吃啦。 连我这边也是有很多朋友啊，很多摊位的人都是我的朋友。沙爹米粉会有猪肝、鱿鱼、汤、猪肉、豆包、豆芽菜，连米粉和沙爹酱啊。所以你们以后如果有下来红山巴萨，大多数都是会是我在这边啊。我爸爸已经算是退休了，我想把这个生意扩大。 让我爸爸以我为荣，因为他就是只有一间，他就顾着这间啊。我要做大了，我要有 outlets，this is my dream 啊。